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闻网实拍视频。现在正在给大家体验的是荣威刚刚上市的全新荣威 RX 5 Max，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配置和内饰设计。方盘造型挺特别的啊，一个三幅式，然后整个造型比较特别，然后双联屏的设计，然后它的整个形面是用的一整块的玻璃啊，就做了一个弧度。然后两块屏幕都是12.3英寸，电子挡把，电子手刹 Auto Hold， 然后驾驶模式的调整，陡坡缓降，自动的头灯，然后整体的配置水平还是比较高的。就设计而言的话，其实这辆车的整体的这种内饰并不算特别的新鲜，因为整个这一套设计的话，其实。放在现在整个自主品牌内卷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下的话，并不算特别突出。然后这辆车的高配是配了一个 BOSS 的音响啊，整体的这种配置水平还是比较不错。